19号一大早，慈济美国总会就像果菜批发市场一样热闹。来自各界善心人士捐献的蔬果物资堆满了广场，这都是为了即将启航的大爱蔬果车预做准备。看到每一位菩萨都非常的欢喜，所以上人说啊，开心欢喜啊，就是福来福到。那大家坐在心里面很欢喜，对不对？那这就是清净。有启动，有没有停止的？没有，没有在停止的。这辆车，这辆法船开出去，我们要帮助人是永永远远的。未来这些物资将透过大爱蔬果车再送到学校，帮助清寒学子家庭提供温饱。大爱新闻美国报道。